啊！我居然变成了女人！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混账东西干的，他就死定了！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有耳朵？尾巴怎么也出来了？不行不行，得想想办法，不然真的要变成猫了。啊，有了，他肯定有办法变回来。纳西达，纳西达，奇怪，人呢？是小圆帽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身上出了一些问题，你快来看看。我现在不太方便。你先出来。帅哥，你谁呀？纳西达呢？哎，我就是纳西达，看来你和我一样都性转了。那怎么办呀？难不成我一直以这个样子见人吗？要不我们去问问旅行者吧，他周游各国，说不定在其他国家也出现过我们这种情况。旅行者的话，你个小猫咪，你以为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？你想干什么？离我远点儿。像你这样的小猫咪，生来就是要被妈妈吃掉的。来，让妈妈亲亲。救命啊！我要去找旅行者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。那我来找你们吧。我疼。